学生活，充满美丽，充满美丽。明天起谁学会，一起将永远埋藏在心底。哎，你说咱明天就毕业了，咱也不是学霸，考不了研，咋办呢？没事儿，我这有一条道，咱俩可以一起自主创业。创啥业呀？能行了吗？有啥不行的？梦想还是要有，即使它可能是一条鸿沟，但我坚信我能迈过去。那你带我一个？那你抓紧喽。撒开，让你现在抓了吗？你看。又一个，兄弟，没事啊，你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，你呢可以选择加入我们，咱们三个一起自主创业。但是你得抓住它，这有一条鸿沟，你容易跨不过去。撒开，说啥呢？我不用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爸跟我说了，只要我一步一步踏踏实实，我就能继承他的家业。这种人呐、啊，这种人呐、啊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啊，看了四年，竟然都没看出来他家有钱呐、啊。那个兄弟，我问一下，你爸是干什么的呢？崩爆米花的吗？心真大，心真大，心真大，心真大。他以为靠崩爆米花就能发家。哎，兄弟，啊，我跟你说，工作这个事情还是兴趣最重要。你先别管他挣的钱多钱少，主要是你得喜欢呢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喜欢吗？你先别着急回答我。在家里看到的永远是家里，你走出去看到的才是世界。选择决定命运，环境造就人生。你别说话，没有比脚长的路，没有比人高的山，没有你做不到的事，只有你想不到的人。不是我阻挡你前进的不是高山，不是大海，它往往是自己鞋里小小那么一粒沙呀。不是这怎么紧着往上拉你，你还往秃噜呢？撒开，太等一下，我爸来电话了。喂，爸爸，我穿了，我皮裤毛裤秋裤我都套了啊，我早上一个鸡蛋，中午一个鸡蛋，晚上一个鸡蛋啊。爸，我要跟你说个事儿，我以后我要靠我自己能力工作，我以后我再也不帮爆米花了。这我爸挂了。你看看你刚才跟你爸爸说话的样子，像个老爷们吗？啊，我都不乐意说你，你有一个马上就要进入社会优秀青年的样子吗？啊，等一下，谁呀？爸爸。穿了，皮裤毛裤都穿了，一天一个鸡蛋吃。我爸挂了。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在父母眼中的我们还没成人。别嬉皮笑脸的，现在说的是你工作的问题。那我能行吗？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，很有能力，很有能力，坚持努力不放弃，才能赢得自己的天地。我可以，我能行。兄弟啊，我听说你大学四年一直暗恋一个女孩，今天你就要勇敢地向她表白，这将是你迈向成功的第一步。大学四年，大学四年，暗恋着她，暗恋着她，从她的背影里，我能感觉到她是朵鲜花。再别康桥，轻轻的
我走了。同学，正如 我爱你，轻轻的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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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啊，大学四年第一次表白竟然就被拒绝了。小黑，你来。小黑，明天大学就要毕业了，我有一件事儿一直瞒着你，不说了。你说说吧。不想跟你说。你跟我说说。行。你很努力，你很努力，也很帅气，也很帅气，爱干净会穿衣，还总给我带来无限惊喜。我真有那么好吗？当然了，大学四年要不是你每天都刷我的饭卡，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瘦。大春，其实我也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跟我说说。不乐意跟你说。你说说。行。你很美丽，你很美丽，也很仗义，也很仗义。你的善良温柔一如既往，让我如此着迷。小黑，我在你心里也这么好吗？当然了，要不是大学四年天天刷你饭卡，我也不能顿顿吃红烧肉啊。余额不足，我减肥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青春总有太多美丽，值得回忆。感谢宝宝小礼物，点点关注不迷路，生活有我不再苦。我给大家跳个舞，配合队形。不是，你让我们跳这干啥呀？赚钱呢。跳这两下就赚钱了，那我奶天天在广场上都发了。这你就不懂了。都听我说，都听你说，这叫直播，这叫直播，拿手机演才艺，轻轻松松就能赚一台车。我开直播，你开直播，找他的错，找他的错，一分钱没挣着，我反而往里搭了两千多。我赚着得了呗。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离开大学全是困惑，不想工作。同学们，校园广播站开始广播，一首歌曲送给即将毕业的同学们，希望你们走出校园后都可以自由地飞，自由地飞。白色的沙滩，蓝色的海，幻想快乐的生活，扬起自由的帆。在成功这条路上永远看不到终点，你该告诉他的不是逃避，勇敢面对危险。人生很多人都学不会，很多人都总以为，很多人都不懂自由和爱到底多珍贵。有多少人曾告诉你们继续你的梦，又有多少人曾说着这样做也没有用。爱他不是给他更多，学会松开双手，他的未来不是满分换取这个精彩人生。人生不会白过，但理想瞬间埋没，做过不一定行，但没做一定不行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不再突破，不再突破，鼓足勇气不放弃，才能迎接未来的生活。
这是又一个在组团上春晚上别具一格的一个小品，自报一下家门吧。我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，我叫姚红任。我叫陈红石，是来自辽宁大学影视表演专业大二的学生。大家好，我叫左森，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专业。大家好，我叫戴丹，我现在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剧表演专业。我叫李建良，现在是大连艺术学院大二的一个学生。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，在舞台上展示你们的风采，而且呢，喜剧舞台上很少有表现大学生的节目啊，应该讲给我们填充了这样一个空白。做音乐剧一定要整齐划一，所以真的希望你们以后再玩这种东西的时候，努力的再多练。我觉得你们在台上好养眼啊！你这意思？说你啥？我们没有说不养眼。对呀。